明香姐，你的字跟我哥的越来越像了，都可以以假乱真了。哎哥，你快过来看看。我写的不好，只是形似而已，写不出飞叶哥哥的神韵来。殿下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属下已经把所有的药材都采集完毕了，而且已经命人安置在闲云阁刚刚布置好的药房里了。药房？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在府里弄个药房啊？ 多嘴！家里又没有大夫，设药房干嘛？知道王妃上哪儿去了吗？好像是去了药鬼谷。怪不得打扮的花枝招展呢，原来是去外面私会了。那属下先告退了。 让你练的字都练完了吗？我这不是正在练呢吗？是不是想多抄几遍？别，我接着练。